脸皮本来不急，人好看了也就急了。要不我们就在这里吧。嗯，不行。那这里呢？也不行。算了，要不还是在这里吧。我感觉这里信号是最好的，玩游戏肯定不卡。啊？妹子一定是蓝翔毕业的吧，穿着 JK 去开推土机，要当工地上最靓的妹子，你让工友们情何以堪呀。萨瓦迪卡，听歌。嗯。木拉乌金满带卡，王家金花满地跑仓。你说啥呢？嘘，这泰国客户。啊？你满塞涛，你满塞涛，你满满。实在是推不了，得出去一趟。行，你去吧。嗨卡，看到没呢？等会儿。啊？我是大爷钱，你别给我丢人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个暴君。一千十块钱，买包面条，买包盐巴，买瓶酱油，现在呀，只能买包面条了。以前的钱是真的值钱。现在的钱不值钱了，因为现在的钱不值钱了嘛。哎呀，因为有监控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太难了。老弟，最近我压力很大。有人。喜欢点点关注，长按点赞。